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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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猫老鼠那个哒哒哒哒哒。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不是咋的啊？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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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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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着了，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。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筋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这边就买点就行。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拿，等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